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一次看到台北车站的样貌，哎，这么近，零点到五点走路最大，车轮顶，哦，彩色的呢，哦，把它压扁呢。有那个货柜市集吧，这里晚上来应该很爽，因为它二楼都是露天的，这是味全龙的主场。将由中华台北对上日本。大家好，我是阿蛮，欢迎来到 Man Life。今天呢，我要上台北，因为今天下午有一场中华对日本的冠军赛，那我抢到票，我想说去热血一波，顺便看有什么吸引我的景点以及好吃的东西吧。OK， 不要啰嗦，出发，火车站 ，Go Go！ 哇，好久没有坐火车了。几百年啊！等一下，上面吃早餐，到现在还没吃。说走就走的旅行。各位，我到了。我现在在北车这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走啊，好乱哦。我想要先去大稻埕看一下，这样我应该是要去 M2 吧，或者是去 Y1 搭公车。好，找一下。哎呦，我找到了，这里台北船运站。这里就是公车站了，去看一下要搭哪一班。乡下熟啊，开车开太久了，公车都不会坐。第一次看到台北车站的样貌，哎，这么近。然后我要搭669这一班，等一下走比较近。我要从这里坐到民生西路口，就可以到大稻埕。然后他没有说多久一班呢？哎，我转搭966，转669要等47分，太久啦。这个是可以用的吗？应该可以吧，几百年没有用的也有可能。成功了，我现在来到大稻埕了。那走过去大概10分钟到大稻埕，然后途中会经过迪化街吧。哇，我到了。10点到5点走路最大。看起来这里就是迪化街了，
我发现这里卖很多干货，哎，像是这种啊，什么香菇啊，一些中药有的没的这样。哇，是卖木头的。车轮饼哦，彩色的呢，买很多了。茄子袋，哦，把它压扁嘞，平平里，吃冰的，这里大部分就是卖这些。啊，还有这个水果干，我靠，这一间感觉很旺，发现很多的韩国人跟香港人。我要把我自己当成一个游客。大道城戏院，为什么他的院是院里的院？好了，我想要去大道城，结果码头是在这条路的另一边，然后他要走到很前面才可以转弯。哎呀，想说直接穿过去就好了。我到了，哎，帅，第一次来，没来过，哇，超背光，太阳超大，对，好像一个货柜市集吧。哇，这个时间来好像不太对，我搞歪了。都是卖酒的，卖饮料的。这里晚上来应该很爽，因为它二楼都是露天的。然后这里可以租脚踏车，哎，来错时间，这晚上来比较chill。准备来去球场了。嗯，快六点喽。好了，然后我现在要再走回去刚才下车的地方，再搭公车到天母球场。现在我决定用走的去搭黄线，之后再转红线。这个站是太平国小。所以我往南四角的方向到十一转，转搭红线往淡水，哇，厌死。好了，结果我在士林下车了，这边好像有公车可以搭，刚好下车看到五十站，买起来，
带去球场喝。哇，回尾了，40分的车程，我终于到了天母棒球场。哇，好感动哦！这是魏全龙的主场。哇哈哈！看，大概绕一下，反正我已经有票了，哈哈。几点？你好，主持人快到。几点？哇，这买票了，买爆啊！现场买票的，差不多可以进去了吧？只不过这个跟上次在洲际看的那个世界赛的人潮比较的话，这里真的超少。等一下进去看就知道了，看有没有满。哇，第一次在北部的球场，看一下我卖什么。签名球。厕所在这里。最近在排队，这在排什么？看看。哦，珍珠丹呢、啊？哦，我的位置在 A7。没什么的呢。这排都是日本的球迷。编号第50场的比赛将由中华台北对上日本。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emu Baseball Stadium. This is the 50th game of 2023 WBSC Under 18 Baseball World Cup between Chinese Taipei and Japan.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两队球队进场。Now let's welcome the players and the coaches from both teams.第一棒 batting first, number 22, Tadachi Ryusei. 第二棒 batting second, number 4, Yamada Shuya. 第三棒 batting third, number 2, Okata Ren. 接着介绍选手的中华台北队教练以及先发球员。And now introducing the coaches and the star lineup for Chinese Taipei.请各位观众朋友起立以及脱帽，我们将要播放两队国歌。
偷点，想偷点啊，然后没点成功，被抓到。哎。两好三坏，看不到。哎呀，最大声的加油！我们今晚要走好这个放线。呀！结束了，结果台湾输了，哇！现场很多人在哭哎，怎么这样？2-1耶！其实那两分是不应该输的、啊，那两分是失误啊，可惜啊。好了，我要回家了，不然等一下搭不到高铁。坐公车来到了石牌站，他回北车了，他坐末班车的高铁回家。耶、yeah ，回彰化啦！好了，各位，那今天的台北追棒球比赛的行程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我觉得今天蛮热血的、啊，然后还好有搭上末班车。那虽然没有赢球啊，但是这个体验还蛮好的。好累哦，想要快点回家休息了。OK，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记得点个喜欢；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哦。那我们下部旅程见。拜拜，下次看要再去哪里热血一波。